昨晚我做了个噩梦。时千金，你对金钱和时间这么执念，那再给你30天，如果找不到解决办法，时间一到，我还是会来带你走。我必须要买下你这家店，不管你开出什么样的条件。350万，我不同意。石小姐，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东西都能用钱买到的。出去。手表停止的是他。下一步要做什么？